我桑族虽然算不得大族，可是这赤血洞府领下方圆800万里，还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一族。这次我的儿子竟然败在了一个修仙者的手上，那小子最后还使用了类似于修魔者血盾的方法，定会重伤加身，实力实不胜一。 而且赤血洞府800万里水域也就这么些修仙者、修魔者，那个小子还拥有那么炽热的能量，一定能轻易找到。桑族族人听令，传令赤血洞府800万里水域击败修仙者，替我而报仇者，并以上品灵气分雷相赠。 修仙者，就算寻遍海底，我也要把你揪出来。 流星泪，果然没让我失望。不知道小黑如今在什么地方，他脱险了没有？ 发烫啊！哎，你竟然用了流星盾，这可是伤敌1000，自损800的招式啊！只要能保全小黑，我在所不惜。小黑目前失去联系，我要加快炼制金丹，提升实力，再与小黑会合。哎呀！ 我想你也不必太过着急，无论小黑此刻身处何地，他自己都会有办法渡过难关的。你现在最要紧的还是提升自己的实力。海底世界高手如云，我和小黑再这么如无头苍蝇一样乱撞，是行不通的。 小心！
有什么办法可以了解海底世界吗？嗯，哦，对了，魔道秘技搜魂，控制灵魂之力，形成漩涡状包裹灵魂，便能习得搜魂。运用搜魂吸取修妖者的记忆，海底世界概况一目了然。血令牌者皆为我赤血洞府麾下，不可内部争斗。赤血洞府中央推力，击败修仙者轻而化仇者，比上品灵气风雷相告。先想办法将令牌搞到手。哎，虽然有了玉牌，可我身上没有妖气，终究不是办法。主人，修炼北冥可以解决没有妖气的问题。北冥结合灵魂之力和星辰之力的一种魔道秘技，一来可以收敛气息，二来可以加速修炼。主人，你用了北冥，他人感应不到你的气息，或许会认为你修炼的是某种特殊修妖之法，反而对你忌惮三分呢。我必须要在短时间内修炼好北冥，不然的话，即使找到了小贝，以我俩现在的实力来说，也只会成为那些妖兽的盘中餐。恭喜三弟，有青眼鱼族相助，崩雷是唾手可得。扎破，大哥已经送你一件上品灵器，这崩雷我势在必得，别来掺和。兄弟之间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我作为二哥，肯定是要帮你的。本事不大，架子倒挺大的。一个受了重伤的金丹期修仙者，还能从我的手掌心里逃走不成？你倒是动动脑子。桑墨好歹是十三护法之一，那个修仙者若是没点过人之处，逃得过桑墨的追捕？三弟，你信我一回，只要你我联手，那修仙者绝对插翅难逃。灵魂之力虚无缥缈，星辰之力却是实质的力量，这两者到底该如何结合？哇，有两只妖兽过来了。修仙者，你果然在这儿。三弟，千万别马虎大意。局面不利，得赶紧想个法子脱身才是。元婴技，
小黑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施展剑术改造了自己，大敌当前，先不说这个了。好久没尝到飞禽的滋味了。二哥，飞禽留给你，修仙者留给我，正合我意。大哥，我现在能和元婴期勉强一战，我来拖住他们，你趁机快逃吧。小黑，还记得我们在对抗桑末时说过什么吗？我们分头走，谁有机会谁先逃走。一言为定。一个金丹期的飞禽竟敢伤我，有实力的妖兽吃起来更过瘾。小黑，往西边去，我们在赤血洞府外的海域汇合。你的对手是我。投降，我还能给你个痛快。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逞口舌之快。
弱于神兽。不过我确实低估了你，区区一个修仙者，肉体力量竟然强横到逼我动用护体鳞甲。妙极了，你竟然有上品灵气，这下不仅可以得到桑墨的崩雷，连你的灵气都会是我的。糟糕，这条蟒蛇真是难缠。终结吧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想击败我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